日前，中国新歌声节目组率先公布了第三届的首位导师人选，曾陪伴两季新歌声的流行音乐天王周杰伦依然将出现在导师战车上，和他的地表最强队一起再次向新歌声冠军导师发起冲刺。两季新歌声中，周杰伦作为导师带出了不少歌声独具辨识度的学员，尽管遗憾错失了两季的冠军之位，但周杰伦和他的学员们带来了不少具有强烈周氏风格的精彩表演。此次再度加盟第三季中国新歌声，周杰伦能否如愿以偿收获这一季冠军导师的桂冠，成为了这期节目的一大看点。到目前为止，第三季新歌声的另外三个导师人选尚未公布，哪三位华语乐坛顶级音乐人将坐上导师战车，加入这场音乐四国之战的战局，也为第三季新歌声带来了重重悬念。